好啦，睇完咁精彩嘅片段之後啦，希望日後咧所有嘅慈善活動啦都有你哋嘅參與啊！咁又嚟到我哋今日咧最重要嘅部分啦喎嚇！咁我哋今日咧邀請嘅嘉賓咧嚇主講嘉賓咧，本身咧佢係一位咧營養學家嚟嘅喎，咁佢亦都咧曾經咧係曾任呢一個東華三院啦全人健康中心嘅營養師啦嚇，咁亦都係咧香港大學啦專業進修學院嘅營養系嘅客席講師啦，咁亦都係關心你的心嚇病人互助組織嘅營養顧問，咁亦都係呢一個生命力嚇健康雜誌嘅專欄主筆嚟嘅喎。咁喺電視方面咧，佢亦都係亞洲電視啦嚇嘅營養嘅節目入邊咧嘅主持人，咁亦都咧係呢一個咧新城電台嚇喺呢一個新城嘅資訊台啦，健康向上游咧嘅節目主持。咁佢唔單止咧係一個咧營養嘅學家啦，仲係咧一個皮文嘅學家嚟嘅喎。咁佢亦都榮獲咗呢一個南華早報咧嚇南華報業咧頒發咧呢一個2009年。傑出兒童智能檢測系統大獎嘅，咁佢亦都曾獲呢一個香港電台嚇、無線電視、亞洲電視、互動電視、香港寬頻、華語衛視同埋呢一個 Now TV 邀請佢做呢一個咧嘉賓主持同埋呢一個接受訪問嘅喎。咁今日咧，佢會同我哋咧解釋究竟咩叫皮文咧？是啲咩嚟嘅咧？咁同埋究竟有咩營養素可以令到我哋嘅腦部嚇有助我哋嘅發展嘅咧嚇？咁我哋咧就以下嘅時間咧就邀請我哋今日嘅主講嘉賓李啟剛先生，有請阿媽。麻煩阿媽咧就稍等啦。咁我哋仲有一個咧支票移交嘅儀式嘅。咁我哋咧有請香港區嘅行政經理劉林慧娟女士嚇代為接收嘅喎。唔該，劉太。有請阿劉太。咁有請阿媽咧將張支票咧交俾阿劉太啦，同埋影緊我哋合照啦。咁阿媽好好啦，會將佢今日全數嘅演講費用啦，就捐俾咧呢一個 Forever Giving 嘅慈善基金咧，就作為呢一個慈善用途嘅。咁我亦都喺呢度咧，代表 Forever Giving 咧，係同阿媽咧作衷心嘅道謝嘅喎。俾啲大力啲掌聲，阿媽好唔好啊？好啦，唔該曬，有請劉太就座。咁亦都將以下時間交俾阿媽啦，唔該曬阿媽。Hello， 大家好。好少講一啲講座咧，係啲反應係咁好嘅。通常咧啲講座，大家好，係完全冇聲嘅。Suppose 今日好好啊，因為大家通常呢啲時間咧食咗飯嘅。大家食咗飯未啊？哇，真係有人食咗飯嘅啊！因為通常好少問題有反應嘅，好多謝大家先啊。食咗飯通常咧聽 presentation 最好係咩呢？就係瞓覺。我希望大家咧頂得住啊！我都盡量希望大家令到大家頂得住先。好，頭先好多謝阿 Raven 咧介紹啦嚇。咁、其實咧，在座可能好多人聽過營養學係啲乜嘢啦，皮文學係乜嘢嚟嘅咧？咁樣好多人都好拗頭係咪？有冇聽過咩係皮文學啊？咁啊好啦，起碼今日嚟到有一啲新嘢拎走係咪先啊？好，咁但係營養學同埋皮文學又有啲乜嘢關聯呢？其實咧呢兩個都好重要嘅嘢嚟嘅，所以咧今日我哋嘅講題咧叫做啟動大腦潛能的營養處方。哇！原來我哋個大腦，大家知道大腦喺邊啦，係咪？大家肯定係喺呢度噶啦嘛，係咪？冇坐住啊嘛。OK 嘅 ，OK。大腦咧就好似一架車咁樣嘅，我哋有架車，有架好快嘅跑車。咁要點樣佢先喐啊？入油啦，係咪？即係好簡單呢個問題嚇。我哋個大腦一樣，即係你個大腦轉數好高嘅人咧，就算你唔食嘢咧，其實佢都唔轉到噶。即係話咧，我哋嘅其實一個人，不論我哋咩器官都好咯，其實營養係好重要。
所以咧，點解我哋特別講大腦咧？大腦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嚟嘅，佢係一個唔係好大嘅地方嚟嘅啫，即係大概佔我哋體重2% 嘅重量，但係佢用緊咧，使緊我哋20% 嘅能量嘅，即係一個好大使嘅小朋友嚟噶。咁所以咧，我哋要養掂佢咧，唔係隨便俾啲嘢佢 OK 嘅喎，我哋要搞掂佢咧，有兩樣嘢好重要嘅，第一樣。就是我們要知道它是怎樣的，好，知道它是怎樣容不容易呢？其實很難的，因為腦在裡面我們好好保護的嘛，是不是？我們不會隨便打開來看看究竟它是怎樣的呢，我的腦細胞是怎樣分布的呢？那怎樣可以知道我們的大腦是怎樣，從而知道我們的優勢是什麼，再配合一些方法，一些營養，令到我們發展得很好呢？發展得很好，大家都想，是吧？有些人經常都說，每個人都是天才來的，有沒有聽過這句說話？是的，但是那個天才在哪裡呢？這樣，那就當然要找了。但我想問一下，大家信不信自己可以更加好先？這樣就可以了，因為呢，是不是天才我們不知道，是吧？天才的定義是怎樣，其實都沒什麼人知道。不過我們肯定一件事，就是我們今天可以更加好的，除了說我們生活之外，是說我們的內在潛能的發展。所以透過了解自己越多，其實你會越清楚應該怎樣做的。所以閒話休提，我們進去看看我們大腦的運作。我們要了解兩個部分的，首先我們要知道我們大腦的結構是怎樣，是吧？即我們起樓就算裝修，是吧？這個房有多大，那柱位在哪裡，燈光樓底高矮，我們都要知道，即是說我們的結構是怎樣，對於我們怎樣去令到我們做得好一點，是有很重要的關係的。第二部分就是怎樣可以提升這些功能，即是說我們每一個大腦的區域其實有用的，也都是即是對外在的刺激是有很重要的反應，但是怎樣令到它的功能做得好呢？當然跟營養有關，我們會透過這兩個部分呢去了解我們今天的講題。咁先睇一睇個結構啦，好嘛？我哋如果嚇上生理學課堂嘅時候咧，即係如果大家讀過生物學啊，甚至讀醫嘅話咧，上生理課嘅時候咧就會咁樣講嘅。我哋個人嘅每一個人嘅大腦咧，都係類似嘅，因為咧佢個重量啦、佢嘅結構啦、佢嘅生理作用咧，其實都係接近嘅。但我們是不是個個人都一樣的？沒有人，沒有兩個人是一樣的，即使你是同卵相生的孖生兄弟，他們都有些少的分別的。那我們怎樣知道我們的特質是怎樣呢？其實我們的大腦就好像這個砌圖一樣，有沒有砌過砌圖啊？大家有砌過砌圖，有沒有試過呢拿著兩塊差不多樣的砌圖，只得一塊擺到落去嘅啫，原來係嘛？唔啱嗰塊咧，點樣揼點樣揼都揼唔落去噶。點解啊？原來我哋每一個人，不論嚇講緊個大腦嘅特性，講緊我哋運作嘅模式，對外界嘅刺激嘅感受咧，都會略略有些少唔同嘅。咁就好似砌 puzzle 咁啦，你要揾啱嗰塊擺落去咧，咁你就可以發揮得更加好。咁所以我哋就要揾呢啲一塊一塊嘅 pieces 係點樣咯噃。因為呢，我們每一個人的先天特質都很不一樣的。先天的特質，中國人有個說話啦，就說三歲定八十，其實很有智慧在裡面的。因為每一個人的特質呢，其實很小過已經是定立了的，而且呢很影響我們將來的每一個決定的。這件事雖然是我們中國人說的，但是我們說的而已，但是我們很需要有一些研究去支持這個說話的。20多年前曾經有一個美國的心理學教授，他做了一個很驚人的一個行為，就是做了一個很大型的 study。 這個 study 是怎樣做的呢？他就找了18000個的 BB， 差不多時候出生的18000個人，每一個呢都會緊密地跟進他們一些學習上面的一些特性，一路跟進的時候呢，就一路看看他們每個人的學習風格是怎樣。跟了20年，即是這一班 BB 呢變成成年人的了。
做咗咁多嘅功夫咧，其實佢出咗一個成個好複雜嘅 paper 入邊，出咗一個好重要嘅結論。個結論就係話，原來咧我哋嘅學習風格咧，有五分之三係嚟自天生嘅，即係話原來每一個人佢哋好唔同嘅，對外界嘅反應都好唔一致。但係咧，呢啲係由細到大都見到嘅分別嚟嘅，即係話原來我哋先天咧就有五分之三，其實已經決定咗我哋對一件事嘅睇法、一件事嘅學習模式，甚至乎點樣同人溝通。咁好啦，我想問下大家啦。如果我問你，你覺得我哋嘅先天特質緊要啲啊，定係後天特質緊要啲咧？後天有冇第二個答案？五分三喎、啊，佢話、啊。我聽到個我中意嘅答案係。兩樣都重要，係咪？我哋係一個人嚟噶嘛，係嘛？唔會淨係得五分三緊要，又或者講五分二緊要，係咪？即係話咧，其實我哋要知道清楚一個人係點樣發展，甚至乎佢學習嘅方向啊、溝通嘅模式啊等等咧，其實咧，除咗知道佢嘅先天之外，更加重要就係要知道個後天環境點樣配合。即係話我哋學習叻唔叻啊，成就係點樣啊？原來咧有兩個部分噶。你的環境是怎樣當然重要啦，係咪？仲有一啲咧，就係你嘅先天嘅特質係點樣？嗱，先天嘅特質咧，其實過去咧比較少方法去睇先天嘅特質嘅。大家諗唔諗到啲方法咧，即係可以睇到先天嘅特質嘅？嚇、啊？爪周啦嚇，哦，好好啊！你講嗰個係樣貌，睇樣嘅人不可以貌相嘅，聽講。是性格，性格咁点揾出嚟先得噶？系外向内向，咁呢个要透过行为去决定，呢个系后天嘅方法嚟嘅。父母啊，聪明，因为有什么父母，就有什么孩子。咁父母有两个人噶，系嘛？OK。都好接近，即係話其實過去咧，我哋真係可以睇到先天特質嘅嘢咧，其實唔太多嘅方法係嘛？即係即時，起碼大家集思廣益咁多人都唔係好諗到一啲好明確嘅方法嚇。咁啊，睇父母即係睇父母嘅乜嘢咧？咁樣都係睇樣可能。咁不過咧，我哋知道咧，其實喺我哋嘅研究入邊，其實好多人嘅先天特質咧，其實都好獨特，而呢啲先天特質咧。的而且確影響緊佢後天嘅成長，非常非常之多。咁但係所謂先天特質嘅學習模式，其實係講緊啲乜嘢咧？原來我哋大腦咧有好多記憶體嘅，即係如果我哋幻想我哋個腦咧係一個電腦嘅話，大家買電腦嘅時候通常會點樣選擇你嘅電腦嘅？睇價錢，好直接喎、啊！哎，又啱喎，你又啊 ，OK 啊，睇下佢個容量大小咯。其實我哋自己都係一樣噶，我哋個大腦每個人咧都會有唔同嘅容量噶。而呢啲容量係嚟自乜嘢嘅咧？我哋嘅大腦入邊咧有好多我哋叫神經元嘅細胞。有冇人未聽過咩係神經元啊？多少都會聽過，起碼即係我相信睇下得閒睇下啲明珠台咧有啲。即係 BBC 嗰啲 documentary 咧，其實佢哋都成日都會提及噶啦。咁我哋亦都有一樣嘢咧，我哋好確認就係，當我哋學習嘅時候，又或者你接受咗外來嘅信息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活躍起來噶啦。即係話，當細胞好主動連結起嚟嘅時候咧，就係我哋學習嘅時候。即係話，你發覺當你忽然間識咗一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大腦係做咗一樣嘢，就係細胞佢哋會連結起嚟。而你比大腦的學習機會越多咧，你個大腦就會越活躍嘅，得唔得？有冇聽過人哋話咧？個大即係而家個腦咧就開始生鏽啦，因為少用。有聽過啊？係咪真係會生鏽嘅？係嘛？不過咧，即係人個大腦生鏽咧，我哋有個名嘅，叫做老人痴呆症。啊，的而且確係生鏽咁嘅樣嘅噃。因為老人痴呆症最容易辨別到係乜嘢啊？就係個大腦有一啲纖維結構走咗出嚟啊！咁嗰啲咧其實就即係生鏽啦，係咪啊？
咁但係我哋知道嚇，大腦越用咧就越靈活嘅。咁所以咧，我哋咧要令到我哋大腦不斷去活躍，咁所以就一定要令到佢刺激越多。嗱，呢個基礎好緊要啊，因為咧有咗呢個基礎，我哋就知道我哋嘅特質其實係點樣嚟嘅。咁所以呢個基礎咁緊要咧，我哋就要睇清楚呢個細胞係點樣。原來咧抽絲剝繭，我哋掹咗其中一個細胞出嚟，睇下佢嘅樣係點樣嘅。嗱，呢個細胞同我哋其他細胞好唔同嘅，佢喺我哋身體咧好獨特嘅，係個大腦先有嘅啫。嚇，佢就好似一個細胞咁，但係好多天線嘅。呢啲天線咧會點啊？天線係要嚟接收外來嘅刺激嘅。嗱，外來刺激越多咧，就好似頭先嗰個牛津大學嘅教授咁講啦。佢接收嘅刺激越多咧，佢就會越活躍同外邊嘅細胞作出聯繫。即是说我们其实学习的效果呢，就是来自这些细胞连接周围附近的一些网络而成的。所以你说网络是多么重要呢，是吧？所以呢，我们不单止人在做网络，大脑都要做网络的。但是个网络很有趣的，细胞自己呢有一个很独特的特质的，即是说它在那个位置呢，你就由細到大，佢都喺嗰個位置噶啦。因為好得意嘅，佢哋有自己嘅記憶角色。如果佢自己走位嘅話咧，我哋嘅能力咧會唔同咗嘅。有啲腦科專家咁樣研究，點解我哋啲腦細胞喺嗰個位置唔肯走咧？咁樣原來佢嗰個角色係咁樣嘅，係咪？佢就喺嗰度負責聽覺噶啦。咁如果佢走咗個隔離咧，咁你嗰個聽覺記憶會冇咗嘅。咁所以咧，細胞的穩定性是非常之高的，除非有一些突然的創傷或者受損，否則這些細胞不會動的，它自己更加不會自己增生，是吧？就是我們不會多了的，因為多了道理一樣，就是會沒有了記憶。所以很重要的這個概念。但是細胞本身有多少呢？如果我們知道就發達了，因為每個腦區做些什麼，很多腦科專家告訴我們，而細胞的運作生理狀態是怎樣，我們又知道那麼多。只要我們知道自己的腦細胞在什麼位置呢，那我們就對自己會更加清楚了。細胞在哪裡，我們怎麼知道呢？不只是我們今天才想知道的，原來呢過去很多的科學家都很想知道怎樣可以找得到。早期都是 很直接的想法，是不是打開腦看看，但是打開得多他就知道不行的，因為打開會死的，即不是個人，腦細胞都會死的，所以開完看完又要再開了，因為不同了嘛，那很不得閒，所以呢不會這樣做的。我們要怎樣看呢？很多人都想知道其實這些的特質是怎樣來的，問一下大家，如果你見到一個小朋友，又見到他們的父母，通常你最常講的是什麼說話呢？是啦，跟住對方就會怎麼答你啊？少點答吧，是吧？即是都很廢話一下喎，你是好像樣喎，個潛台詞就是遺傳嘛，是不是？即是說其實原來我們的身體有很多的遺傳訊息呢，其實在我們身體表面是顯現了出來的。這件事覺不覺得很神奇啊？一啲都唔神奇啊，系咪？系咪由细到大，我哋都知啊，你个鼻啊似阿爸，个嘴又似阿妈，跟住咧头发咁少就似阿爷嗰啲啦。咁即系其实遗传喺个身体表面见得到嘅话，其实系一啲都唔出奇嘅，系咪？咁科学家都知道唔出奇嘅，咁所以咧，但系啲轨迹喺边度嚟咧？点样搵啲细胞去咗边度咧？咁样，咁佢哋咧透过好多好多嘅研究。過去幾百年其實有很多的學術研究，你現在都可以在網上找得到的。原來呢，我們的細胞分布出自在胚胎成長的時候呢，已經開始出現了我們的腦細胞了。而當我們的胚胎發育到第十三個禮拜的時候呢，這些腦細胞就會開始埋位，去到第24週呢，這些細胞呢就會坐定定的了，不會再動了。就好像剛才所說，他們做那件事呢，在那裡就做的了，不走的了。與此同時呢，很有趣，因為他是
由一個細胞分裂出嚟噶嘛，啲細胞係咪？其實我哋而家有咁多種嘅細胞，其實都係當年一粒精子、一粒卵子加埋變咗咁嘅啫嘛，係咪？即係話佢哋分裂嘅時候，咁就會不斷有啲細胞喺度移動，而移動嘅過程咧，就好似我哋行沙灘咁樣啊。行沙灘會點噶？有腳印，非常之醒目啊！呢度啲人，因為通常我問嗰啲咧。有沙咯，啱，有沙，仲要蹬，係嘛？又吉腳咁樣 ，OK。不過係有腳印嘅，冇錯。即係話細胞走埋去邊一度咧，其實佢會留低咗啲腳印。啲腳印點揾咧？咁樣，咁我哋發現咗咧，原來我哋嘅大腦細胞同我哋嘅皮膚細胞咧，喺第八個禮拜胚胎成長第八週嘅時候咧，佢就會開始分裂。埋位噶啦，當佢埋位嘅時候咧，因為嚟自同一組嘅細胞，所以啲腳印就留咗喺皮膚嘅表面。而大腦神經細胞嘅出現，同我哋手指嘅指紋嘅隻紋嘅形態以及數量咧，係有一個好得意嘅軌跡性嘅關係。當然啦，唔係隨口講嘅，好多嘅研究造成嘅結果嚟嘅。咁所以咧，嗱呢一個嘅遺傳信息咧，其實在我哋胚胎第八周形成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所以刚才讲到呢，同卵相生的孖生兄弟是不是会有不同呢？在基因上面他们是 100% 一样的，但是他们分裂的时候呢，在第八周分裂了之后呢，他们有各自各的脑细胞分布的模式。當然主要的腦細胞分布其實都是跟基因的表達有關的，但是就有輕微的環境的因素，即是說其實少少的環境因素正正就影響了這些細胞在我們大腦分布的時候，不同的地方可能有多些或者少些的神經元都不出奇的。我們不撐太遠，但是總之我們知道我們是怎樣，就是我們的腦細胞原來在我們的手指紋裡面會看到一些的軌跡性的關係。那看到又怎樣呢？看到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透過一些的工具，知道我們每一個腦區其實分布狀況是怎樣，從而呢就會知道我們哪一個腦區的細胞密度越高的。那又跳回剛才講牛津大學的研究呢，就說越多腦細胞的地方它們就會越活躍，得到外在的刺激呢就會越多的。所以呢，那個能力呢其實就會越明顯的。而一個人究竟有幾多少神經元的呢？這樣有沒有人知道？看過一下那些節目都知道的了，或者中午讀過一下生物都知道的了，不過就很久了，是不是？我說中午，我現在讀緊都未必記得，是吧？OK， 那書本是這樣寫的，即係你去到醫學院入邊咧，個書本都係咁寫嘅。人類嘅大腦神經細胞咧，就係有100億個。咁我想問一下啦，會唔會所有人都一樣嘅咧？即係頭髮都有人多啲，有人少啲，係咪？啊，咁即係話其實咧，一定有一個 range 嘅。即係我哋都相信科學家冇攤開個腦，跟住由一數到100億，係咪？我不用你攤開個腦了，你現在由一數到100億要數多久呢？不知道。不會的，我們不會這樣做的。不過透過很多很多的實驗，我們會找到一些 average， 就是說當我們重複去計算一個人的大腦密度的時候，當我們做了1億個人之後，我們就會計到一個平均數，就是說大部分人其實都是這個數值100億的了。原來呢，在我們的身體入邊，我哋手指紋咧，計算翻我哋有嘅神經元，每一個人個別有幾多啊？我哋嘅神經元細胞咧，好得意喎，都係同學術研究咧好吻合噶。大部分嘅人嘅數值咧，喺90至140億呢個範圍入邊嘅。好啦，呢個係大部分人係咪？頭先 textbook 講嘅就係實驗嘅結果嚟噶。最重要嘅問題啦，自己有幾多咧？估下大家，你估下自己會有幾多少？
嗱，有人多啲噶嚇，即係有人多啲，當然有人少啲啦。覺得自己同大部分人差唔多啦，都係90-140啦，舉舉手睇下。我一陣間講下多啲好少啲好啊。哦，高過嘅，我覺得我180以上嘅舉手嚟睇下。估啫嘛，冇咩責任噶。OK， 嗱，即係話，如果嚇假設嚇，假設頭先舉手話自己喺大部分人嘅數值嗰個範圍入邊嘅時候咧，即係話其實你同環境大部分嘅人咧，其實都好接近嘅。嗱，假設我哋嘅環境係因為大部分人而建立出嚟嘅話咧，咁即係話如果你喺呢個範圍咧。就有個好處嘅，即係你適應環境嘅能力係理想啲嘅，正常啲啊！我哋唔用正常，因為所有人都係正常嘅。Suppose， 不過覺得自己特別高嘅咧，其實咧都係好事嚟嘅，因為通常數值越高咧，就好似買電腦咁個容量越大，你嘅能力就會越好嘅。咁啊，當然啊，因為你嘅能力好好，所以咧。放在個大環境裏面呢會怎樣、啊、因為舉個例子就是如果人家要學十次你學五次就可以了那你會怎樣、啊、即上上下一堂就已經打了喊路了、啊、又想跟旁邊聊聊天、啊、跟住最後就會怎樣、啊、老師就說這個同學有些集中力的問題、哦、那很常見的、哦啊、所以呢有時呢高好還是低好、啊這樣不知道的，因為剛才說這裡是五分之三，還有五分之二的嘛，所以呢我們要知道的呢，除了是自己的特質之外，就要配合一下你的後天環境。但是如果我們推斷一下，如果我們今天，即大家都是都二零歲這樣啦，是不是？書就讀完那麼久了，是不是？就是走回頭就好像不太可能了。咁即係話，如果我哋早啲知道我哋嘅特質，而你又係真係好高密度嘅喎啲腦細胞，咁你係咪更加有效去揾一個適合自己嘅環境咧？嗱，適合自己嘅環境咧好抽象，但係好重要。嗱，點樣去揾咧？嗱，每個細胞喺邊一個腦區出現，佢好重要嘅。咁呢個 information 咧，可以透過呢個表去睇下。嗱，我哋咧透過皮紋分析印曬啲手指落去個軟件嗰度咧。啊，頭先聽阿 Raven 講咧，咁我哋個系統咧就係2009年攞咗個獎嘅，好巧口，不過頭先讀得好順口，好叻。我哋叫做傑出兒童智能檢測系統大獎。其實做啲乜嘢嘅咧？就係透過每一個腦區，我哋代表嘅手指嘅位置，揾到你嘅神經元細胞喺嗰度有幾多。再去計算一下那裡的密度相對其他腦區來說算有幾密，那我們就會知道呢其實你的能力偏向在哪裡了。說到這麼複雜都不知道說什麼。 OK， 簡單一點，這裡有一個例子。 OK、啊、我們特別圈住了它下面這兩個數字的、啊、Before 我們看兩個數字之前呢，我們看看這一行、啊、這一行呢叫做量值，即是說呢加起來之後呢就是這個人的細胞的總數量來的。計數快的呢大概都計到100松啲啦，即係喺90-140之間嘅一個數值嚟嘅。咁但係點解特別圈住呢度咧？原來呢兩個咧就係我哋手指尾代表咗我哋視覺腦區。視覺腦區學習嘅過程咧，如果透過閱讀嘅話咧，有個好著數嘅地方嘅。有冇聽過一樣嘢叫做一目十行啊？係啦，呢個一目十行咧。我細個睇成語嘅時候咧，覺得哇咁誇張啊咁，原來唔誇張啊，一目十行咁少啲人講呢、這個人咧，你見到佢嘅視覺腦區兩個腦區都非常之高密度嘅細胞嚟講啊，高密度到咩地步咧？咁樣就係、是、如果一般正常人咧，呢、這個密度咧係大概喺70-110% 嘅啫，而佢咧就去到140-170咁樣。即是說其實那個能力都很強下的，這兩個腦區而已，只是說、啊、那這兩個腦區呢令到它呢看書很快的，而且它也都由小到大很喜歡看書，很自然，是不是？因為視覺的刺激對它來說是最開心的。那喜歡的時候呢它就放暑假，
咁啊，大家會放暑假，暑假做咩嘅通常？唉、哎，今次終於一樣啦，係咁啊，梗係玩噶啦，放暑假係咪？佢都玩，不過佢玩佢最中意嘅嘢就係睇書。咁但係咧，屋企咧就個書櫃都好大嘅，不過咧睇落去咧都睇過曬嗰啲書。咁佢睇下啊，有一本未睇，攞嚟睇下先。睇咗一個暑假，咁啊睇完啦。又話佢睇書好快，睇成個暑假啊。咁嗰本書可能大家屋企都有嘅，一本叫《Oxford Advanced Learner Dictionary》，咁厚嘅紅色皮嗰本咧。咁唔係立過下就算喎，睇完之後咧記得嘅，係咪死火啊？啊，即係話咧呢一個人咧睇書嘅能力令到佢學習嘅速度好快。啊，佢冇特別去訓練自己嘅，不過咧呢個係好自然嘅能力嚟嘅，對佢嚟講。所以咧，你發覺咧呢一個人咧考試你唔夠佢考嘅，因為影像記憶好勁。佢係90年嘅會考九優生嚟嘅。會考狀元係咪好犀利啊？有冇聽過啲記者訪問啲會考狀元啊？通常啲記者係咪啊？狀元你點讀書㗎？平時咁犀利嘅咁樣，啲狀元會點答㗎？唔使點讀嘅噃，最緊要咧放學翻去睇下啦，係嘛？跟住最緊要咩啊？夠瞓，我好記得㗎，唔知點解喎，一定要夠瞓，係嘛？10點我瞓㗎啦，考試之前咁樣。即係我哋一般嘅學生係咪聽到都好猛咧？你覺得啊？哇！我哋坐得咁辛苦啊！你係咁耳就即係攞咗我成世人都攞唔到咁多嘅 A 係嘛？咁啊的而且確啊，對佢嚟講咧，佢又冇講大話嘅，因為咧佢的而且確係咁樣做噶。而正正就係因為佢嘅先天特質同個後天環境啊，即係我哋嘅考試模式咧，其實係非常之配合嘅。咁即係話原來。有一個很配合你的環境，你就會做到狀元的了。狀元當然我們講考試啦，但如果在我們的成長過程有一個很配合到你的環境，你就會做到李嘉誠的了。那會不會 update 一點，大家明白一點？即是說其實不要理那個結果是怎樣先，即是說如果今天我們發現了一個環境是很適合你的特質的話，你就會發揮到自己最好的一面。這樣的話是不是聽到都覺得很想找一下呢？因為其實原來很簡單的，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特質的嘛，但是怎樣去發揮呢？原來我們整天集中在個環境裡面看，我們就看漏了1/3，因為我們是怎樣我們未看到，只是看個環境是怎樣，我們還差一點先看到整個人是怎樣。但是當然啦，有些情況譬如說、當我們看到的時候呢，可能你會辛苦一點的、這個 case、來找我的時候呢有幾個問題。有個什麼問題呢？有這個過度活躍的問題，有自閉傾向的問題，還有呢有閱讀障礙的問題。傳統上如果有這三個問題就有三套不同的處理方法，即是說其實都挺忙的，是吧？因為只是治療都有排做，莫說發揮自己的最佳優勢。但是在過去在傳統的治療模式裡面做了3年的治療，但是都沒什麼大的 improvement。 他來找我的時候，我就幫他看一看他的先天的特質是有什麼問題。咁我哋睇到啊，其實原來佢嗰個學習即係肢體動作嘅能力個腦區咧，喺佢哋學習視聽觸覺入邊咧，唔算太勁嘅啫。即係話佢周圍走坐唔定咧，係同呢一個腦區係冇乜關係嘅。相反，呢個腦區咁弱咧，其實呢個人應該好靜先係嘅。再加上我哋睇下佢嘅視覺功能腦區咧，數值上幾好嘅，即係如果以腦細胞嘅數量嚟講咧。在這裡有40億的神經元在這裡，其實是一個挺高的數字來的。那就是說其實喂視覺它又沒有問題，它又不是特別活躍想走來走去，那為什麼會有過度活躍又有閱讀障礙的呢？這樣我們發現原來呢不是學習腦區的問題，原來呢是表達腦區的問題。
我哋學習嘅時候有兩個過程㗎，係咪？擺嘢入腦好緊要㗎，擺咗嘢入腦，攞得翻出嚟，先算係一個完整嘅能力，係咪？係嘛？即係唔可以同老師講我讀咗㗎，不過硬係唔記得，係嘛？咁老師都會話：哦，咁啊，繼續都係零分啦，係嘛？即係個道理就係咁樣。我哋個大腦都係嘅，擺嘢入腦，但係表達唔到咧，呢、這個就係呢一個小朋友面對嘅最大問題嚟嘅。咁當然啦，這個係同先天佢啲腦細胞分布唔平衡有關嘅，所以這個咧的而且確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處理嘅方法咧就唔係傳統嘅處理方法啦，因為令到這個後額葉區嘅細胞活躍翻咧，先至係佢最大嘅重要要做嘅嘢嚟嘅。因為令到佢嘅 output 做得好啲咧，先至可以令到佢呢一啲即係閱讀嘅障礙啊等等咧 ，output 可以平衡翻啲。而更加重要嘅一樣嘢就係，因為前額葉區即係呢一個精神功能嘅腦區，其實係我哋額頭前面嗰個腦區嚟嘅。呢個腦區咧就係我哋人類腦電波最高嘅一個地方嚟嘅，佢嗰個數值咧特別高嘅，嗱比後邊嗰個表達嘅腦區咧高咗四倍啊！即係話呢個 case 咧係一個個大腦從來都休息唔到嘅一個小朋友嚟嘅。大家知道有腦電波呢樣嘢係咪？嗱，舉個例係啦，當佢個腦電波好高嘅時候，要瞓覺瞓得好冧。我哋知道瞓得好深嘅時候咧，就係一個好靜態嘅腦電波，個腦大概差唔多唔喐咁滯噶啦。咁但係又喐得好勁，去到唔喐咁滯，佢個距離咪好遠咯。好遠嘅話，即係話佢個大腦成日都休息唔到嘅，休息唔到嘅話咧。會影響他的情緒和他的記憶，因為我們的記憶很多時候都在深層睡眠的時候才會產生的，所以睡得的人呢非常好，是不是？所以大家想睡就恰陣吧，都重要的，因為睡覺，不過就即是 看時間，是不是？但是就對於這個 case 來說，原來我們改變一下那個治療的方向，其實得出來的效果可以差很遠。這個 case 我們處理的後額葉區其實兩個禮拜的時間，他的爸爸打給我們，他說這兩個禮拜的 difference 和他三年在不說別人的會，在那個會那裡做了三年的感統的訓練有明顯的分別。即是說原來我們知道那個源頭的問題在哪裡，對於處理一些現況是很有重要性的。所以就嗱，唔好諗住可能啊，我要有問題先至去處理我自己，咁冇問題咧就繼續都係喺今日之後翻出去咧就繼續做翻自己常用嘅嘢啦咁樣。咁但係能夠揾自己適合發展嘅方向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件事嚟嘅。咁但係講開呢個 case 咧，咁我哋即係想講下一個特別啲嘅 case。嗱，先唔好理佢其他細胞嘅分布係點。特別圈住嗰度咧，就有兩個腦區。呢兩個腦區咧，就係我哋兩隻手指公嘅代表腦區嚟嘅。嗱，呢兩個腦區係我哋前額葉區，即係頭先我哋見到個小朋友好高個數值嗰個位置嚟嘅。咁但係前額葉區有左右腦之分噶嘛？透過左右腦去睇咧，我哋發現咗一樣嘢，佢有一邊咧個密度非常之高嘅腦細胞擠在一邊，另一邊咧就唔係差嘅，不過少啲。相對嚟講咧，兩個嘅力量就好唔同啦。嗱，前額葉區做咩咧？簡單介紹一下先。一個咧就係同人溝通嘅腦區嚟嘅，一個咧就係同自己溝通嘅腦區嚟嘅。即係我哋傾偈都有兩個毛噶嘛，係咪？一係就同人傾偈，仲有另一個方面咧，成日都自己同自己傾偈嘅啦，係咪？嚇，咁的而且確有兩個咁嘅腦區。好明顯啦，內在溝通嘅腦區特別強嘅。嗱，呢個 case 好得意，佢咧表面上係冇乜問題嘅，因為前額葉區係一個點樣嘅腦區？頭先講係一個好高頻率嘅地方，即係話咧，俾人睇咧都係好有 energy 嘅，俾人嘅感覺咧都係好積極樂觀嘅。不過原來喺入邊咧就有好多內在嘅自責傾向嘅，因為呢個腦區特別強，所以咧就變成咗自責嘅傾向。積聚了的情緒就不能夠表達出來。這個 case 非常之
得意嘅，因為咧佢嚟嘅時候咧感覺冇乜嘢嘅，即係一般嘅媽咪咁樣啦。咁但係講落嘅時候咧，啲情緒就開始嚟啦，因為咧佢會好覺得，因為從外表其實就算佢老公都唔係好知道有個咁嘅情況嘅。咁不過咧，因為一路以嚟都係咁樣，佢又唔覺得有啲咩問題喎，因為自己係咁，咁佢覺得人人都應該係咁噶啦咁樣。咁又好多人都係咁樣嘅喎，係咪？你都好覺得人哋都應該係咁噶，因為自己係咁啊嘛。咁但係正正呢一個 case 咧，就唔係佢會好多內在嘅抑壓，好多嘢咧都好責怪自己，所以咧呢、這個 case 咧係有憂鬱症嘅。嗱，咁呢個 case 咧，其實當然咧唔等於咁樣一定有憂鬱症啊。不過有咁嘅傾向咧，你發現咧佢就會偏向有嗰啲內在自殺嘅傾向。咁所以咧，我哋要平衡佢咧，就一定要透過佢一啲可以平衡到佢呢一個腦區嘅地方去着手。呢、這個腦區同呢個腦區係一個好重要嘅平衡狀態嚟嘅。咁即係話，其實每一個人咧，其實喺個大腦入邊咧，其實一定有一啲偏向性。有啲嘢一定你會叻啲，有啲嘢咧一定都會弱啲嘅。咁有冇啲人完全冇叻嘅嘢㗎？咁樣都有嘅。不過佢都有一樣好處，就係佢冇完全冇一樣唔好嘅嘢。咁睇你點睇啦，係咪？因為平衡嘅時候的而且確係咁嘅，你唔係好發覺自己叻喺邊嘅。咁所以個環境就會覺得你，咦？你冇乜特別優勢喺度，咁但係個負面嘅情緒可能就此而累積起嚟都唔出奇嘅。仲有一個 case 喎，呢個咧係一個校長嚟嘅，好多個 A 嗬，考試就叻啦呢啲。不過咧嚇喺皮文學入邊咧 ，A 咧係代表一啲發展較慢嘅腦區嚟嘅。校長嚟嘅喎，咁樣。OK 嗱 ，anyway 佢係代表啲乜嘢唔緊要嚇。總之咧，其實佢有啲特性嘅，但係當然啦，解釋起上嚟咧，對於一個校長嚟講咧，有一啲負面嘅嘢唔啱聽咧，佢就會唔開心噶嘛咁樣。咁佢聽完之後咧，好得意喎，佢冇乜特別俾 comment 啦，但係咧佢又 send 翻個 email 俾我，佢就話：唉、哎，唔好意思啊，琴日咧聽嘅時候咧，就好似好唔認同你咁樣。咁但係其實翻去諗下咧，我覺得有八成都準嘅。咁咧，所以咧，有時間咧，我哋再傾下啦，咁樣，咁好得意啊！其實原來好多人咧，其實喺了解自己嘅過程咧，即係有啲嘢係後天環境俾你嘅嘢，有啲咧就係先天嘅特質俾你嘅嘢。咁但係我哋唔需要擔心嘅，因為兩樣嘢咧都一定係中性嘅嚇，即係唔需要擔心呢樣嘢係會產生一啲唔好嘅結果，因為你永遠都會揾到一個先天特質好嘅一面嘅，好得意啊！咁更加重要咧，咁我幾年前咧出咗本書啊，咁呢本書咧就係即係香港暫時都係唯一一本，即係幾年前啦，到而家都係唯一一本寫皮文嘅，因為我寫極都寫唔到第二本，因為好難啊。OK， 咁呢度有個 case 咧，咁其實咧我都覺得幾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透過好多嘅唔同嘅渠道啦，咁其實咧我哋見到有啲 case 咧，即係好極端嘅問題嚟嘅。呢個係一個九歲嘅小朋友，佢唔識講嘢嘅，唔識講嘢，咁九歲係好奇怪嘅事啦，係咪？即係簡單嚟講係問題先啦，係咪？咁但係喺香港基本上咧，其實佢任何嘅專科佢都睇過噶啦，就噏得出佢睇過噶啦。咁但係結果都係覺得佢係一個自閉症嘅個案啦。咁啊用翻啲傳統嘅處理方法啦，但係到九歲都冇乜特別嘅好處。咁啊個媽咪有個好處啊。媽咪咧一路都覺得小朋友冇問題嘅，一路堅持到九歲，直至到嚟到揾我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咧呢一個小朋友嘅學習能力啊，或者整體嘅大腦細胞分布咧係冇問題嘅，即係可以好肯定可以 exclude 咗唔係嗰五分之三嘅問題，即係話嗰五分之二咧可能影響咗佢，但係影響到九歲都唔識講嘢，呢啲個可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我哋發現咗原來咧，佢出世早產嘅小朋友嚟嘅。出世嘅時候，第二日因為感染嘅問題，就要做一啲抗生素嘅療程。咁啊，做咗九日之後咧，咁當然即係嗰個感染嘅問題係處理咗嘅。
但咧有啲嘢積聚咗喺個身體入邊，咁就冇辦法處理得到，因為早產。咁所以個小朋友啲肝臟發育咧，其實比較後啲嘅。咁所以個問題一路積聚，影響緊個大腦嘅發展。咁啊，搞咗三個月啦嚇，我哋幫佢處理一下啲內在嘅積聚，包括有啲即係音樂嘅治療咯，有啲營養嘅治療啊等等。三個月之後咧，佢媽又一日打俾我哋，佢話今日佢終於講咗第一句完整嘅句子，佢話我想食生果。咁對於即係佢冇我咁冷靜啦，講得係咪？咁但係就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咧，我哋覺得係一個好大嘅感受嚟嘅。咁對於我哋亦都係即係點解會即係一路做皮紋分析做到今日咧？咁又營養師又唔做，咁走去做呢樣嘢咧？咁其實同呢個 case 都幾有關係。咁後屘咧，呢個家長俾翻個 comment 我哋，咁我都喺本書度印咗。咁啊發現咧，原來其實最重要嘅喺香港嘅醫生或者係即係專業人士，其實佢哋都冇問題嘅。唯一嘅問題係時間唔夠佢哋，因為冇時間去做一個好詳細同埋準確嘅一個嘅判斷。所以咧，好多時候有一啲嘢佢哋未睇到嘅時候咧，就做咗判斷。咁而呢個家長咧好好喎，其實咧佢喺嚟揾我之前嘅一年咧，帶咗個仔飛咗去以色列。咁啱有一個權威嘅心理學家喺嗰度做 visiting professor， 咁佢就請咗呢一個嘅權威心理學教授咧睇佢小朋友三個禮拜嘅 in-house 觀察，俾翻一個咁厚嘅報告俾佢。咁當然啦，出嚟嘅結果佢話有九成同皮紋分析嘅結果咧係一樣，都唔認同係先天嘅問題，係後天嘅問題。不過我哋做多一步，就係揾埋個後天問題係乜嘢。然後處理埋佢，咁但係當然即係你知道最特別嘅呢個 case 其實係乜嘢咧？就第一要個媽咪咁耐都唔放棄係好難嘅。第二樣嘢咧係咩啊？啊醒啊大家真係，你諗下莫講話去一個國際權威嘅心理學教授係咪？嚟香港揾個出名啲嘅心理學家你都唔少錢啦嚇。六個位數字，即係都係六個位後嗰啲，唔係頭嗰啲啦嚇。咁但係即係呢個 case 俾咗一個好大嘅信心我哋，就係原來了解咗先天特質，配合一啲啱嘅嘢咧，其實就係令到我哋大腦發展得好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即係一個過程嚟嘅。咁過去我哋當然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啊，同埋一啲唔同嘅 publish 啦，咁我哋亦都喺2009年攞咗呢個獎啦，咁都好開心嘅。咁但係重點就係、是、好啦，我了解曬我哋嘅特質啦。咁但係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你天生有一部好靚嘅跑車嚟嘅，咁但係你要入油㗎。亦都正如好似頭先九歲小朋友嗰個 case 咁樣，其實學咗咁即係。做了那麼多事知道了之後，其實我們都要有一些過程才可以做好那件事，即是說我們的大腦如果長期都缺乏能量的話，其實我們幾厲害都沒用的。所以呢，我們的功能呢很大程度上是受我們的營養平衡去影響。這件事呢也 是我自己做營養師了那麼久的一些心得啦。我覺得呢營養學裡面呢有一樣很重要的概念給了我們的營養，有兩個很大的部分的，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不太知道，開始進入深邃的時間產生記憶，那就會記得了，是但是呢原來呢我們在讀營養的時候呢有兩種營養的，一個叫做宏量元素，一個叫微量元素。宏量元素和微量元素，上下營養課先。什麼是宏量元素啊？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 ，very good， 俾啲掌聲佢啦。我喺大學教咧，啲學生都冇，都係咁嘅，即係佢唔係唔識嘅，我相信。不過咧，佢係即係盡量令呢度唔好轉。保持深邃的狀態啫，不過係冇錯嗱。宏量元素咧就係頭先講嗰三樣嘢：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得唔得？微量元素咧就係我哋嘅維他命啊、礦物質啊嗰啲。
嗱，宏量元素喺個 definition 喺定義上面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定義嘅，知唔知係咩？需要好多，啱咗一半。呢個係一個維持生命極之重要嘅元素嚟嘅，即係話缺少任何一樣嘢咧，係會死嘅，會死。醒一醒啦，係咪？真係會死，所以嗱，每一日我哋都係要攝取呢一啲嘢嘅，所以咧唔好擔心攝取脂肪，唔好擔心攝取蛋白質，唔好擔心攝取碳水化合物，係擔心你攝取邊一種嘅物質多啲嘅啫。因為我哋係需要嘅，冇係會死嘅，不過要揀啱嚟食。咁點為之啱咧？嗱，我哋先睇睇個生理先。嗱，呢個就係我哋頭先講嘅三大重要元素，缺一不可嘅。啊，有啲多啲，有啲少啲啦。但係無論點都好啦，你今日仲企到喺度咧，都係因為佢哋嘅啫。咁所以咧，我哋要令到個大腦運作得好咧，正正都係需要呢幾樣嘢。嗱，我哋知道大腦頭先一開始都係講嘅，我哋好需要能量，個大腦都先至可以喐得到。咁呢啲能量都係嚟自呢幾樣嘢啦。咁我哋逐樣睇下。嗱，先講講蛋白質先。嗱，蛋白嗱呢個咧就係頭先講啲微量元素同埋我哋嘅。即係三大基礎元素係啲乜嘢啦？當中咧，蛋白質入邊係我哋嘅成個人同埋個大腦嘅基礎結構嚟嘅。蛋白質最細嘅單位咧就係氨基酸，即係話如果我哋食蛋白質嘅話咧，其實蛋白質係一個好大嘅結構嚟嘅。入到去身體消化系統入邊咧，佢慢慢拆到最後咧。變成一粒氨基酸嘅，而氨基酸有好多種嘅噃。問下大家啦，知唔知喺個環境入邊咧，乜嘢嘅食物提供俾我哋嘅氨基酸係最完整嘅？估下啦，豬肉有冇其他答案？英文係 protein， 中文係咁最多係咪？中國人改名好好嘅，唔使諗咁多嘢嘅蛋啦，係咪？尤其喺蛋白入邊就俾我哋最完整嘅氨基酸。不過最重要嘅咧，唔係佢俾到幾多我哋，而係我哋用到幾多，係咪？即係我俾好多你，但係冇得用嘅，係咪？好似啲強積金咁樣係嘛？哇，有好多喎，但係未用得住咁樣，大家先廿幾歲有排啦，係咪？咁所以咧。我哋喺嗰個營養嘅攝取入邊咧，其實氨基酸咧係一個好重要嘅結構嘅單位嚟嘅。咁即係話我哋個大腦結構，即使我哋先天生出嚟係好理想嘅，但係我哋俾唔足夠佢 maintain 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嗰個大腦嘅結構會越嚟越差嘅。咁當然啦，如果我哋結構受損嘅話咧，問題會大好多㗎。咁所以咧，蛋白質咧有咩用咧？咁其實好重要。其實最重要就是第一個，因為我哋成個身體嘅結構咧，我哋所謂嘅新陳代謝，其實就是我哋要拎走一啲冇用嘅嘢或者損毀嘅嘢，然之後擺翻一啲新嘅嘢落去。咁所以咧，有句説話就話：今日嘅你已經唔係昨日嘅你啦。的而且確喺營養學入邊咧，認同呢句説話噶，因為我哋不斷喺度即係代謝緊噶嘛，係咪？即係我哋食入去嘅嘢就會變咗我哋身體嘅部分，所以你今日嘅肌肉細胞啊、大腦細胞啊，因為新陳代謝嘅關係，可能換咗第二隻嘢落去噶啦嚇。但係當然啦，其實嗰個都係你嚟嘅嚇，放心啊。咁維持體內平衡，好多嘅身體嘅免疫系統咧，其實所有嘅免疫細胞、免疫球、蛋白，全部都係蛋白質嘅結構嚟嘅。即係話我哋身體好多嘅平衡，包括咗荷爾蒙啦，包括咗我哋嘅抗體啦、血液嘅細胞、紅血球、白血球啊等等，全部都係蛋白質嘅結構。所以咧，佢唔單止係要嚟維持體內平衡，仲可以咧幫我哋保護身體、運送養分。即係其實蛋白質咧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嘢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問大家缺乏咗蛋白質，問題係咪會全身都出現咧？的而且確係啊，係咪？因為影響咗結構，就會成身都出現問題嘅。倒翻轉個問題，如果補充得好好嘅蛋白質，
咁身體會點啊？係咯，一句講曬好咯，係嘛？因為係全面地好，咁所以咧，如果有人話係咪真係咁神奇啊？其實神奇呢兩個字用得唔啱嘅，係嘛？因為個身體就係咁噶嘛。咁你補充咗，身體起翻好，咪乜嘢都好咯。其實個簡單，即係一個好簡單嘅概念。所以點解要特別提到？其實呢個係一個宏量元素嘅補充。宏量元素嘅補充咧，唔係純粹解決一啲單一問題咁簡單嘅。因為處理好個結構，你身體原先最好嘅狀態先至會走得翻出嚟嘅。咁所以咧，蛋白質嘅補充非常之重要。所以你發覺咧，身體唔會隨便攞蛋白質出嚟做能量嘅，係咪？因為我哋雖然讀營養嘅時候都會有講嘅，蛋白質同埋碳水化合物都係俾四個卡路里我哋噶，係咪啊？知唔知噶？唔知嘅嚇。蛋白質、脂肪係俾四個卡路里我哋，啊唔係碳水化合物，脂肪係九個。咁所以咧，點解脂肪係攞嚟儲啊？因為同樣嘅重量，佢儲多好多喎，係嘛？咁所以咧，其實蛋白質咧喺結構上面用得多啲。所以咧，我哋身體唔輕易攞啲蛋白質出嚟用噶，係咪？啊，我哋幾咁冇物資都好啦，我哋唔會拆咗埲牆攞嚟食噶嘛，因為嗰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結構，冇咗咧係好大件事嘅。咁所以咧，身體要攞嗰個蛋白質出嚟用嘅時候咧，就係一啲好大嘅問題嘅。所以千祈唔好諗住燃燒我哋嘅蛋白質，我哋要建立我哋蛋白質喺身體嘅結構。好啦，想問下大家食蛋白質應該要有幾多咧？一日啦，我哋計，即係幾多啊？一隻蛋，恐龍蛋嗰啲係嘛？唔係，我意思係話，蛋白質要佔你一日嘅卡路里嘅比例係幾多？知唔知？大概20% 到。咁即係我夠唔夠咧？我唔知嚇，即係因為要睇下你日常飲食係點。但係我哋喺2004年喺中文大學做咗一個嘅調查，大部分嘅香港人係每日攝取8% 嘅啫，8%係啦。咁即係話我哋嚴重缺乏蛋白質嘅，即係話我哋其實平衡得唔好，不過唔會即刻死嘅，因為咧。我哋身體喺出世嘅時候，我哋飲奶大噶嘛，係咪？咁我哋其實個結構其實建立咗喺度噶啦，不斷都俾住個最低工資你咧，你係你係撐得住噶，係咪？但係咧，你想起得好睇好好睇睇咧 ，sorry 啦，即係你希望加人工先得啦，係咪？咁你作為自己個老闆咧，今晚會唔會諗下翻去加下人工咧？啊，好緊要喎，因為咧。其實你唔俾多啲佢，其實佢真係想做好啲都冇辦法噶嘛，係咪？咁就算擺翻喺個大腦度都係一樣，佢係唔夠就係起得唔好。所以即使你有好好嘅先天特質咧，都真係要配合足夠嘅蛋白質嘅。咁乜嘢嘅蛋白質係最好咧？頭先講過蛋白係最多即係最完整嘅，不過我哋未睇過吸收。咁原來咧。有比佢更好吸收的一種物質，這個呢叫做乳清蛋白。這個字呢在這裡 Whey protein 是的，乳清蛋白呢其實呢是一個來自奶類製品的一個蛋白質來的。簡單一點理解一下，根據美國乳品出口局的建議呢，其實呢乳清蛋白呢對我們身體有很多的好處的。咁好處係乜嘢？其實只要你了解乳清蛋白係乜嘢咧，就得噶啦。大家有冇去嗰啲牧場嗰度整芝士啊？啊，就係俾一啲新鮮嘅牛奶俾你挫，跟住挫到重嗰啲蛋白質、大粒嘅脂肪啊，所有嘢沉曬底，嗰嚿咪芝士咯。咁個面會點噶？有陣清清地奶白色嘅水咁樣啦。咁你會點做咧？倒咗佢啦，好似冇用咁。以前真係倒咗佢嘅，但係原來我哋發現啊，呢一陣奶白色嘅水咧，係一啲喺個牛奶入邊一啲好微細、好細粒嘅蛋白質嚟嘅。而細粒有咩好處啊？
容易吸收，消化都快，亦都唔需要太多嘅消化酵素去辅助。咁所以咧，对于我哋补充蛋白质嘅时候咧，有一个极之快速嘅补充作用。咁而最重要咧，其实喺免疫系统嘅研究入边咧，其实乳清蛋白喺美国乳品出口局入边咧做咗好多嘅研究，甚至乎咧研究到去补充喺 HIV infection 嘅patient 入邊，即係 HIV 有冇聽過？艾滋病，即係我哋嘅免疫系統出現咗障礙嘅一個疾病。咁即係話喺我哋免疫系統最大件事嘅 patient 入邊咧，呢一個乳清蛋白嘅補充咧，對於佢哋嗰個嘅immunity， 即係嗰個嘅免疫能力嘅提升咧，其實都有明顯嘅幫助。即係話，如果今日你不是 HIV 大菌者的話，你去補充的話，你是會有更好的效果的。因為我們的免疫系統其實呢經常都受到挑戰的，是不是？但是呢我們還頂得住，因為我們有蛋白質在身體，而這些蛋白質呢就是以不同的免疫球蛋白的形式出現的。所以呢透過補充乳清蛋白呢一樣嘢咧，其實對你嘅免疫系統嘅能力嘅提升咧，係有非常之重要嘅好處。因為高品質嘅乳清蛋白咧，係一個好好吸收嘅一個即係免疫系統嘅能量嚟嘅。咁啊，大家有冇補充下蛋白質咁嘅？有嘅，大家點補充噶？蛋白粉，聰明啊！其實咧，簡單嚟講咧，其實蛋白質嘅補充咧，有好多人我唔使啦。但係頭先我哋講，我哋香港人平均攝取得8%。當然啦，可能即係有仲有8% 係因為大家拉翻高條 curve 嘅啫。啊，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每一個人咧，其實都需要適量去補充乳清蛋白，因為透過補充乳清蛋白咧，對我哋身體最大嘅好處係。令到我哋個 immunity， 即係我哋嘅免疫系統咧，加大佢嘅能量。其實要建立一個免疫系統好簡單嘅啫，因為我哋身體有足夠嘅蛋白質咧，其實我哋嘅免疫球蛋白就能夠做出嚟。做得到免疫球蛋白咧，其實你嘅抵抗力就繼續存在嘅啦。咁當然啦，你嗰個免疫系統反應快唔快都同你嘅 supply 夠唔夠好有關係。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非常之清晰啦。咁最重要飲奶以前咧，以前就睇下啲蛋白質嘅份量夠唔夠嘅。而家睇第一樣嘢咧，就係睇下有冇毒先。即係你知而家食嘢好慘啊，係咪？啊，諗住食嗰樣嘢好噶嘛，但係你係點都諗唔到，原來係咁嘅。咁啊，當然所以選擇食物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揀邊個做係好重要，係咪？食飯梗係翻屋企啦，係咪？阿媽煮最好啊，最安全，係咪？咁但係我哋喺出邊選擇產品啊，選擇食物嘅時候咧，即係一啲有信用嘅、有名望嘅一啲公司嘅產品咧，就會好安全嘅。所以大家繼續使用呢個產品咯。但有幾多人有飲緊㗎？都唔係全部啊！咁離奇啊！咁大家一間記住，今晚開始，因為你嘅蛋白質。是直接影響你的健康狀況、啊、所以呢今晚開始了好那就不用現在拿出來了很理想的不過但是因為其實乳清蛋白不只是蛋白質的因為蛋白質或者在個奶類的製品裡面其實乳清蛋白是最重要的營養的部分但是其實還有很多必要的氨基酸基本上呢蛋白粉呢我們不需要再講有幾多唔同種類嘅氨基酸，因為一定齊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好嘅脂肪酸，啊、譬如卵磷脂啦。咁卵磷脂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脂肪嘅組織嚟嘅，喺個身體入邊咧，對我哋嘅新陳代謝亦都非常之重要咯。咁、啊、當然其實飲奶咧，尤其一啲奶類製品咧，其實通常佢哋嘅維他命對於我哋維持正常嘅代謝咧，都非常之好嘅。因為其實奶是什麼來的其實就是哺乳類動物的基本飲食來的所以呢它提供的微量元素一定完整所以維他命 A、ACE、B-complex 這些都一定會很重要
我哋知道其實食物入邊咧最多維他命 B complex 就係芝士啊或者奶類製品嚇，因為補充足夠嘅維他命 B 咧，其實對大腦嘅運作或者神經系統嘅建立咧非常之有用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要特別注意，即係補充咗即係宏量元素之後咧，其實微量元素都要開始諗咯。咁但係我成日都提到就係、是、宏量元素都未搞掂嗰啲咧，你就唔好諗咁多微量元素嘅嘢啦。啊，因為你基本都未做好，係嘛？咁你搞掂咗個基本先至諗嗰啲微量元素。所以未舉手頭先嗰啲就翻去開始下一啲宏量元素嘅建立。咁但係蛋白質入邊咧，其實都仲有好多或者一啲加咗落去嘅纖維啊，或者係一啲水溶性嘅纖維啦。咁其實透過纖維嘅攝取咧，其實對於我哋腸道消化、吸收等等咧，其實都好有即係健康嘅意義喺度嘅。咁所以咧，其實譬如好似呢個瓜爾豆膠。咁其實我哋知道咧，好多嘅豆類或者係一啲堅果類嘅食物咧，其實佢哋有好多可溶性嘅纖維喺入邊嘅。咁可溶性嘅纖維有咩用啊？知唔知？除咗話俾個飽感我哋之外咧，其實咧對於處理我哋身體入邊多餘嘅膽固醇咧，其實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喺飲蛋白粉嘅過程咧，其實唔好淨係思考緊有幾多蛋白質。因為蛋白質固之然佢一定有，但係仲有好多其他有幫助對你身體健康有好處嘅一啲物質喺入邊。而 magnesium 啊，鎂質咧，即係啲礦物質咧，我哋發現咧，原來即係以往我哋一路都有做啲嘅身體檢查，我哋發現咧，原來喺香港咧，好多人都缺乏鎂質嘅，唔知個原因係乜嘢啦。但係咧，我哋相信咧，同壓力有關嘅。壓力其實是大腦產生很多很多的不好的荷爾蒙的。大家有沒有壓力的？在香港很有趣的，你問你有沒有壓力呢？沒有，好像不太懂得人情世故那樣，怎麼會沒有的這樣。但是當然我們知道的而且確在一個環境裡面的而且確很多壓力，但是壓力太多的時候，當它影響我們身體的時候，其實這一樣東西就會令到我們身體會用得很快的那些微量元素，而鎂質和我們的情緒和神經組織的結構呢很有關係。通常壓力大的人呢都會容易缺乏鎂質的，但鎂質我們知道還有一樣東西，就是鈣質的吸收，即是說缺乏鎂質呢，我們鈣質跟著就會缺的了。所以呢對於女士來說尤其重要，因為鈣質的流失，因為廣告太多了都不用講耐係啦。咁但係即係我哋知道補充鎂質咧，其實對即係對我哋嘅情緒提升好有幫助嘅。其實咁呢度就係即係俾大家睇下啦，即係頭先講到最緊要冇毒先啦，而家食嘢係咪？而家仲要顧多樣就係輻射係咪？好複雜，但係唔係日本嚟就得㗎啦咁樣。不過係啊，有啲人話我唔驚輻射啊，其實大陸嗰啲咪仲驚咁。咁跟住落嚟咧，就講脂肪酸。頭先講啦，氨基酸即係蛋白質咧，就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元素。其次咧，這個喺我心目中咧個地位更加重要嘅一樣嘢，叫做脂肪酸。脂肪酸入邊有一樣嘢非常之重要嘅，對個大腦尤其叫做 omega 3。大家知道 omega 3係脂肪酸啦，係咪？Omega 3下面仲有很多種類的，包括了 DHA 啊、EPA 啊咁樣，係咪？即係話原來咧，我哋喺嗰個補充油分嘅時候，呢兩樣嘢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又問問題啦，大家知唔知道一日我哋嘅卡路里攝取入邊有幾多部分嚟自脂肪係最好嘅？頭先蛋白質就 20% 啊，脂肪大概幾多度啊？幾多？25都近啦，30係啦，即係大概有 round 30% 到。30% 即係幾多咧？嗱，舉例一個普通男士啦，佢每日需要係2000卡路里嘅話咧，咁三成就係600個卡路里係咪？3×2=6，600啦係咪？咁600個卡路里除以9個卡路里，因為每一克嘅脂肪係有9個卡路里嘅提供啦，咁即係幾多？9 6 5
啊、四九七六啊三，即係大概70克嘅脂肪，啱唔啱啊？死啦！忽然間冇乜信心添。OK， 70克嘅脂肪啊，70克脂肪咧，就咁聽落咧幾恐怖下嘅，係咪？就咁攞出嚟睇好多嘅，但係對身體嚟講咧，呢個係一個維持生命好重要嘅一個物質嚟嘅。咁所以咧，記住脂肪係冇問題嘅，係你揀乜嘢脂肪。而脂肪有啲乜嘢可以揀呢？原來脂肪酸咧有好多種嘅。咁但係咧，我哋唔好理佢有幾多種先啦，我哋睇下脂肪酸喺我哋身體入去食咗之後，佢會行去邊？嗱，原來咧每一種物質咧，我哋食咗入肚之後咧，佢都會有一個路線，有個路線圖嘅，即係話你食嘅糖分去咗邊，食嘅蛋白質去咗邊，脂肪又會去邊咧？你會發覺好得意嘅喎，所有嘢咧都係經血管去肝臟。唯一一樣嘢叫做脂肪酸，就會經我哋叫乳糜管喺個小腸入邊嘅吸收嘅時候咧，就會透過佢進入我哋嘅心臟，喺我哋心臟嘅最外邊最粗嗰條血管叫做冠狀動脈嗰度咧行過嘅。咁所以點解知唔知道都市殺手病入邊心臟病入邊有70%都係冠狀動脈嘅問題？原因就係因為我哋攝取嘅脂肪。如果是一些不理想的脂肪的時候，它就會塞在個冠狀動脈那裡，那就是說原來跟我們的心臟健康很有關係。當然我們又是那句，因為脂肪酸除了對心臟健康很重要之外，我們經常都聽到補充 DHA EPA 對於我們大腦的發展很重要，其實很簡單，就是那句，是因為它是維持生命的東西，就是說補充一些好的脂肪酸有咩好啊？頭先答到噶，頭先答到嗰個唔係呢個答案嚟嘅喎，啊，補充得好就乜都好。你哋頭先答到噶，OK。但係既然佢嚇咁麻煩，走咗去個血管入邊會塞咗我哋個冠狀動脈，咁乜嘢會塞，乜嘢唔會塞咧？咁樣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其實脂肪酸有幾種。一種叫做飽和脂肪，一種叫不飽和脂肪。咁咧，其中一種叫好嘅脂肪嘅，邊個係好嘅？呢個啦，飽和嗰個咧就係唔好嘅。點解唔好啊？飽得滯啊！係啦，飽得滯都係唔好啊！唉，真係講得好啱。原來係同個結構有關嘅。啊，咁咩叫飽和咧？即係呢啲化學名詞嚟嘅，其實。咁簡單嚟講咧，飽和脂肪咧。就是一條這樣樣的脂肪酸，不飽和呢，在這裡呢有一個地方坐不滿的，有空位的，叫做不飽和。簡單一點理解呢，不飽和脂肪酸呢，它當它通過血管的時候呢就很順暢的，而且還會幫忙清潔一下的。飽和脂肪呢就不是了，因為這裡畫到它直線，但實際的化學結構呢好像一個鋸齒一樣，這個鋸齒經過一些即是這個血管的內部的內側那些結構的時候呢就會勾住了，勾住了之後呢它會慢慢氧化，你知道脂肪氧化之後呢會變成一些硬塊，最後呢就會塞了條血管的。所以呢前前後後呢有兩個局長就因為通波仔要入醫院了。早排呢之前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這個新聞，就是曾俊華呢，咁就唔知忽然間冧咗，咁跟住即刻的去養和，即係通波仔通三條血管。原來三條血管塞咗100%，基本上咧係唔喐嗰啲血喺嗰個位置。咁咧，但係咧啲新聞官都走出嚟同佢補鑊嘅喎，即係都話你知啊曾俊華打劍擊噶嘛？即係好多運動啊，感覺上好健康嘅。咁啲新聞官就話其實咧佢哋飲食都好小心㗎。咁又即係有健康嘅生活模式，又會做運動啊，成啊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塞血管得一個原因嘅啫。我哋簡稱叫做食得好嘢多，好簡單啫嘛。因為得一樣嘢係經冠狀動脈行嘅，而嗰樣嘢你揀咗唔好，佢就係唔好；你揀咗好，佢就係好㗎啦。咁所以大家點樣揀呢？好定唔好咧？答得幾口爽。
記住今天揀了這件事。OK， 那怎麼揀呢？揀了好，那怎麼辦呢？這樣很擔心揀了好 要自己負責任的，是吧？那其實呢， Omega 3呢其實就是一些不飽和的脂肪酸來的。剛才我們看到其實不飽和脂肪酸都有幾種的，因為有些單元不飽和和多元不飽和的脂肪酸。而單元不飽和的脂肪酸呢，可能大家都聽很多了，就是當我們吃些植物牛油的時候呢。大家有沒有聽過植物牛油啊？這個是我覺得最不合理的一個食物來的。有什麼植物是牛油的？會是很不合理的，但又不知道為什麼大家覺得很合理的。但是我們知道呢，經過一些過程，其實正正的商人就是看到，咦，聽說植物油是好的油來的，那他就將它變成一些結塌塌的東西，就讓你可以查啦，查麵包嘛，那些人喜歡。那就正正因為好心就做了壞事，就將一些好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呢，將它扭一扭轉變成反式脂肪，透過一個叫做輕化的過程。咁當然啦，我哋唔好理嗰個過程點做出嚟啦。但係正正因為咁樣咧，食得多咧，嗰、那個結果其實同食好多飽和脂肪係一樣嘅。咁所以咧，其實點解我哋而家喺個食物標籤嗰度咧，都會睇到有冇 trans fat 咧，咁樣有冇反式脂肪咧？咁所以咧，嗱，不飽和脂肪酸其實都好多嘢要揀嘅。但係點解我哋會揀 omega 3咧？大家知道 omega 3有 omega 6。有 omega 9，有 omega 12，好多噶嘛，系咪？系咪？咁其实点拣嘅咧？应该点拣咧？原来吓，每一只嘅 omega 三六九十二嗰啲都好啦，每一只都重要嘅。咁咪要食晒咁多咯？原因我哋饮食嘅过程，其实食好多 omega 6嘅。如果剛才講的那些三六九十二呢，我們是要一比一比一比一的話呢，我們吃了很多 omega 6的時候，那會怎樣？失衡。失衡的結果呢，就是我們會偏向某一個物質特別 outstanding， 就好像腦區那樣，有一個腦區特別活躍，那你那個能力呢就會特別強。而 omega 6太多呢，就有一個情況，原來 omega 6是負責幫我們身體發炎的狀況的。發炎很重要的，因為有任何的物質入侵的時候，其實我們都要透過發炎這個過程去殺死一些外來入侵者的。但是發了炎，即是 有士兵進來掃完場了，那要怎樣？要有清潔的阿嬸幫忙處理一下。即是說如果我們軍隊很多，那就周圍掃場，但是就沒有人善後的時候，身體就會長期處於一個發炎的狀態。那我們知道發炎是好，但是發炎得太久就是不好的，正如好像緊張壓力一樣。剛才說壓力大家都有的，但是長期有壓力就是不好的事情來的，是吧？因為我們身體建立有壓力或者處理壓力的機制呢，其實是要來在大自然裡面逃命的，是吧？有獅子老虎追，那就立刻要有壓力立刻走，是吧？特別走得快的，但獅子老虎不會追你幾年的嘛，是吧？卡通片那些不會啦，但是追你幾年他都死了，是吧？即是說其實這個反應呢，其實是一個短暫的反應來的，因為獅子追你只有兩個結果而已，一是走得甩，一是走不甩，走不甩就沒事了，做了人晚餐了。走得甩的話，我們慢慢的身體機制就會平衡。如果身體是一個理想的狀態，我們的脂肪酸發炎之後就會清除發炎，即是說透過我們的營養平衡，我們是可以達到這個效果的。但因為我們的生活過程，我們吃很多 omega 6。 什麼來的呢？ omega 6其實很多的植物的油分，豆類啊，這些油份都是即提供 omega 6給我們的。 你可能會想，我不是吃很多的，但現在其實所有的主食油都是一些植物油，而所有的肉類都是為食豆食大的。所以如果你吃牛肉啊、豬肉啊、雞鴨鵝那些，正常呢他們是會應該在個
喺個草地嗰度食草先啱嘅。不過咧，大部分嘅豬牛羊咧，其實而家都係喂黃豆喂大嘅。咁黃豆正正就係好豐富 omega 6嘅物質嚟嘅，所以咧你食到嘅豬牛羊咧，倒翻轉佢都俾緊好多嘅 omega 6俾你。所以有個研究顯示啊，我哋都市人嘅飲食咧 ，omega 3同埋 omega 6嘅比例咧，我哋而家攝取緊嘅咧，頭先講理想係1:1啦。你知唔知我哋即係呢啲西方文化影響之下嘅飲食，我哋大概平衡係點樣啊？1:1就是理想的，1:10沒人敢估了，是不是1:20？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補充 Omega 3呢？因為一個對20個是沒得打的嘛，所以我們一定要補充得很好才可以。所以 Omega 3呢，最好的來源就是來自魚。大家多不多吃魚的？是的，中意食魚咧，好好噶。不過咧又有個危機嚇，因為魚係好多重金屬噶，係咪？油份越多嘅魚咧，就通常越大條噶。越大條嘅魚咧，喺個海嗰度咧，就會食好多嘢嘅，係咪？食咗咁多年嘢咧，通常都積聚咗好多嘢喺度嘅。咁所以咧，有時咧嚇，真真正正出去食魚咧，其實唔係唔好噶，但係我哋又唔係好知道其實嗰條魚是吃過什麼，我們又沒有理由吃之前去做一下化驗的嘛。即是說我們要確保我們身體攝取到好的油分呢，其實呢透過補充品呢其實比較安全一點。當然其實在個即補充的過程呢，其實我們都很重視其實那個補充品的魚是來自哪一道，因為其實好像吃魚的時候我們都著重究竟那些魚給我們吃的魚是哪裡來，因為哪裡來是極之影響它裡面有沒有重金屬的。所以呢我們不會拿我們吃那條魚去檢驗，不過通常補充品他們都會拿去檢驗，就是說它有沒有重金屬呢，你是有得有根有據去決定。所以呢簡單來說，其實補充Omega 3最直接的方法呢，其實就這樣拍一粒呢就最簡單的。當然啦，經過什麼的魚呢，其實什麼魚都沒所謂的，因為 Omega 3是一個化學結構的名稱來的，即是說其實它來自哪一條魚都好， Omega 3就是 Omega 3。 最重要我們要看有沒有一些問題，重金屬就是最重要的問題。當然來自一些油份豐富的魚是最好的，因為一條魚可以做到的事多很多。我們聽過有些產品公司說一句很得意的說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就是說他們的 Omega 3是來自不知道吞拿魚的眼窩這樣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但這個呢我聽落好像勁喎咁樣，係嘛？我先唔好理佢幾多條魚啊，因為佢有辦法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都係嗰句 ，omega 3係一個化學結構嚟嘅，只要你係 omega 3就得㗎啦。你喺邊度攞出嚟係冇關係嘅，嚇得唔得？呢個好重要喎，因為嗱，如果你真係食嗰條魚食眼窩咧，佢個油分真係多啲，呢個係真嘅。但是你不是真的吃那條魚，所以呢它提煉了出來之後它是來自哪裡呢是不太重要的，所以只要是來自魚就可以了，頭頭尾尾都 OK 的。但是比例又會有關係，因為呢 Omega 3剛才說過有很多種的，其中呢我們對個大腦最有關係的 Omega 3的油分呢就是來自 EPA 和 DHA。用個最簡單的方法令大家記得，在個大腦的作用上面呢 ，DHA is for structure， 是我哋嘅結構嚟嘅 ；EPA is for function， 是我哋大腦嘅功能嚟嘅。即係話，如果我哋想我哋大腦結構建立得好 ，DHA 好重要。建立咗結構，啲公路起曬喺度啦，冇車行好曬噶嘛，係咪 ？EPA 就係嗰個 function。即是說我們的所有的神經傳導物都是來自 EPA 的，所以呢
一個3:2嘅比例咧，對於我哋嚟講非常之好，因為功能係非常之重要，每一日不斷用緊，而結構我哋亦都要不斷維修。咁所以咧，呢一個嘅 DHA 同埋 EPA 嘅比例咧，就會對我哋嘅大腦嘅吸收非常之有幫助。更加重要咧，就係心臟嘅健康。頭先講過啦，我哋嘅血管健康啊，我哋個心臟健康係直接同脂肪酸有關嘅。嚇，記住咯。所有有心臟病的人其實跟飲食是有極大的關係的。當然身體我們面對很多的氧化的物質，所以加一些抗氧化的物質有兩個好處，第一就是會令到那個脂肪酸沒那麼容易被氧化，第二呢都是我們身體的好處的。更加重要，因為氧化的過程呢有幾樣東西影響的，第一就是溫度，第二空氣。所以呢，如果大家在街邊可能見過一些藥房呢，很多人掃貨那些100元有8樽那些呢擺在那裡曬住那些呢，那些呢就無謂買了，他給錢你都不要要，是吧？因為沒有用的，那些油分氧化了呢，對於身體的健康呢還會有負面的問題，負面的影響。所以即係魚油咧，特別係一個幾重要，一定要係即係 isolate 嘅環境去儲存嘅。當然啦，頭先都係講，不論你食乜嘢都好，而家最重要嘅係冇毒先啦，係咪？咁所以冇重金屬同埋有機嘅化合物咧，其實等於係冇呢個農藥同埋呢個冇重金屬嘅污染，對我哋嚟講咧非常之重要嘅。嗱，講咗咁多啦，其實我哋即係又講下我哋嘅大腦。又講下大腦嘅結構同埋佢嘅能量嘅需要，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即係透過今日咧瞭解自己多少少，唔單止係我哋要做啲乜嘢，又或者我哋要食啲乜嘢，更加重要就係瞭解下自己而家嗰個狀態，其實係咪自己最好嘅狀態？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就需要第一要瞭解咗自己嘅特質係啲乜嘢。找回一個適合你發展的環境，第二就是要提供好好的營養給自己，不論是你的身體或者是你的大腦，因為透過我們的大腦的結構建立，我們的人會集中能力會好一些，學習效果會好一些。而我們都知道其實做好剛才的事情，除了有決心之外，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知唔知係咩啊？係要用錢嘅，咁係啊嘛，係咪？真係要用錢嘅，係咪？我哋會視作呢啲錢係一個投資，咁所以咧送多四句説話俾大家。聰明人係會投資健康，明白人咧就會照顧健康，普通人咧忽視健康。咁啊，愚蠢人就係點啊？會透支健康。咁希望大家嚇會識得點樣選擇你做一個乜嘢嘅人，因為你嘅選擇就係你聽日起身之後變成一個乜嘢人咧，就係你今日嘅選擇嚟嘅。咁所以咧，希望咧今日嘅資料對大家係有用嘅。嗱，咁我哋今日好多謝大家嚟到呢度啦嚇。咁我就俾翻個時間啊 ，Rafe 人先，多謝大家。怎樣啊？你們的身體工資低還是高啊？身體工資啊，要回去再加重啊！給大力點掌聲吧，好不好啊？好精彩的一個會議啊！那好啦，我相信大家呢都可能心目中呢有一些營養的問題啦，又或者可能有一些皮紋的問題啦，可以問一下 Mark 的喎。那有沒有人呢是有問題要問的？哦，有，舉手講得了。好，來，這位我想問一問，如果關於嗰、那個多動症嘅，可唔可以問一問嘅？關於可以係因為我有朋友佢個仔仔咧就係5年班嘅而家，咁佢話食咗2年半嘅一個 R 字頭嗰種藥物，係 Retalin， 係啊係啊，類似係咁讀啦。佢話咁佢話有冇咩辦法係可以唔需要食藥咯？係嗱，
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一定要知道個原因係乜嘢，因為食藥就係個結果嚟嘅啫。但係個問題係嚟自啲乜嘢咧？嗱，其實如果喺過度活躍嘅狀況咧，其實有幾個可能性嘅。咁如果我哋頭先譬如見到嗰、那個咧，譬如前後額葉區有一個嚴重嘅失衡，呢個其中一個狀況，又或者係佢有一啲嘅數值特別高嘅時候咧，佢又可以係喺個環境入邊咧非常之唔集中，更加可以咧就係嚟自一啲重金屬嘅積聚。咁假設啊，如果佢係嚟自頭先嗰個 case 前後額葉區有一個嚴重嘅失衡嘅時候咧，嗱呢個狀況咧其實可以處理後額葉區較多嘅。剛才我們提過一件事，其實我們會用一些、即治療用的音樂，我們會處理一下它那個較弱的腦區，令到那個腦區活躍度提升回，其實主要是一個平衡的過程的，令到每一個人的個腦區其實平衡得好，其實它的優勢才會發展得到。但當然現在它吃了兩年藥物，即是說其實藥物那部分呢其實都是我們要先處理的地方的，因為、一個五年班的小朋友，即是十歲左右，是不是 around 十一二歲，那這個情況呢就非常之複雜了，因為牽涉藥物，我們的做法會傾向先幫他減了藥先，因為藥物對於我們的治療效果很有影響，因為你知道吃藥呢最容易上癮的不是吃藥那個，最容易上癮的是父母，吃了藥好乖，好靜，終於可以飲杯茶啦，好吸引，係咪？係會上癮嘅，所以好多父母咧，好掙扎，唔想開始食藥，一食咗之後咧就放唔開，因為一停藥就會有反彈嘅，一反彈咧你就覺得真係唔得喎，真係一定要食藥嘅。於是者咧，可能個問題會越嚟越長遠嘅，咁所以我哋會先處理咗藥物嗰部分先。因為藥物都不一定啱嘅喎，即係雖然而家其實貨過度活躍咧，其實有一啲特定嘅藥物，亦都根據個我哋叫 protocol 喺醫院入邊有一個嘅特定嘅處理方法。總之係過度活躍症咧，就由 A 開始，跟住到 B， 再唔掂就 C 咁樣啦。其實冇幾隻藥嘅啫。咁藥物嘅處理咧，始終都係我哋最後嘅殺手鐧嚟嘅。如果在十歲的時候已經出殺手鐧的話，那幾時得嚟到廿歲呢？是二班考試。哦，那就是三年多了，所以這個問題是絕對要正視的，所以一定是要先知道它的原因是什麼，所以其實、透過皮紋分析可以看到它的原因是什麼。當然可以啦。我唔緊要，手係嗰邊。係左邊位，我俾個麥你啊，舉手啊你。頭先嗰邊有位。啊，嚟，好可以。Hello， 你好。我想問下咧，先天性嗰啲文字理解嗰啲能力差啲嗰啲，後天需要點補救或者點樣咯？係。如果文字的理解呢，其實牽涉的腦區有幾個的、當然跟辨別文字的能力有關，我們有些 case 譬如說他可能、看字他沒問題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看的時候呢他是理解不到的，通常這些 case 呢其實很簡單的，你叫他一路看一路讀通常就 OK 的，因為呢、視覺腦區呢通常呢都是偏弱的，但是如果我們透過我們視覺處理了之後，我們將它變化成為一些聽覺的刺激，它會理解得好一點。當然要看看有沒有一個學習的問題，所以都要了解一下實際的問題是什麼，因為我們有些 case 其實可能小過它沒有問題的，但是大過慢慢可能因為、食物的敏感，可能是一些藥物的殘留，會影響了它學習的效果，所以呢我們都會真的要了解一下究竟它的原因是什麼，因為原因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覺得、如果是牽涉文字閱讀的問題呢，可能呢、即你可以用剛才的方法去教它，再不然其實真的看一看它的、狀況是什麼，受影響的腦區是什麼。好啊，這邊還有一位。是，麻煩我想問一問，我有個朋友呢就有兩個小朋友的，
一個咧就四歲啦，一個咧就大概七歲到。咁我哋咧分別都去做嗰啲測試，咁就話個細嘅小朋友咧就個數字好高。咁你大嗰個咧個數字就比較低啲，咁我開頭我唔理解唔知乜嘢啦。咁係咪其實即係話個大嘅小朋友佢嘅能力係低啲，而細嗰個就會高啲咁咧？咁個數字係咩